到我这里来。我知道暴龙的眼容一定知道摄影大侠遇到那一天，被捉时也可以说侠受过莫焰之伤。好了，快点跑到那里之后，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还没有被浊气污染的人全部放出去。我要和娘在一起，不是想走。公子，这么做可不行啊。在干什么？不是要你们快点出发吗？伟汉啊，别担心，娘也会跟着你的，先去吧，快点。快走，大哥哥一定要来哦。援军来了吗？不管是不是云国的士兵，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为了躲避浊气，我们逃到这里。我想阻止浊气扩散到古都外面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紧。把这里剩下的人全部杀了，变成魔物之前，得全部处理掉才行。什么？要杀了我们吗？终究是没有其他办法吗？将军，这种命令无法执行。听不到我说的话吗？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曾听将军之令，我们违反就拜托了。夫人，这个人杀掉自己的夫人，看到了吗？云国的士兵不能被私情所影响。是，将军。不要杀！不能死在这里。不想死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夫人，原谅我，谢谢。现在，不是，我先去封锁恶蛟关卡。我们将军得快点去看看。我得赶快去找。私情而动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切啊，你没事啊？刚才我。掌管幽州的诸侯是习光，后来他突然开始搜集灵石。我原来是公主的护卫武士，据戴奇峰所说，这里就交给我。去的路上要小心云国士兵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因私情而动摇。魔界之门虽然打开，果然进门都换了魔皇吗？时候还未到。怎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为什么老天为什么不选择我？最小的习惯都可，幽兰在哪里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是谁？幽兰，见到你。四劫到来以前，不能射出去，就直接就冲过来了。
久等了，我们辛苦你了，大侠。谢谢你，放心好了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天。谢谢，你还。一山鱼的厉害了吧？多谢了，孔雪公。飞月，又陷入感伤之中了吗？这不怪他，浊气源源不断的涌来，魔皇对这个世界虎视眈眈，真不知道这样杀戮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三位前辈代劳处理事情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？要是没有武神，你牺牲自己，说不定就不能封印魔皇了。看到你能回来，别提有多高兴，真开心呐！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哪里哪里，不敢当。变成魔物之前，还是先送他去冥界解脱更好吧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
哎呀，飞月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无法逼出他身上的浊气的。难道你是想他？恢复精神了吗？太好了，你名字呢？秦七。正在寻找和天命气有关的事，希望你能把吸血公主请过来，应该就是为了这个。第二个是大龙脉，召集临时工匠，现在后来化场。30年前浊气倾泻而出，而此事就最重要的在最后面。之所以无法召唤魔皇，是因为没有满足最后的条件。我反对你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若你会成为黑暗之气，真是想都不敢想。好了，浊气的根源和原因已经确认了。碧山鱼的身体不太好，原来是此人，怪不得不知道叫做幽兰还是什么。你想趁此机会复习一下历史知识吗？由于袭击五都的魔物实在太多，虽然我失去了内力，但也不到第三级。现在还是能使用。由你身上的怪味判断，你就是追我的那个魔族吧？是秦夕岩派来的吗？这段时间各处逃命，真是辛苦你了，缓得老人。你呢？可以休息了，永远。嘿嘿，就凭你，门儿都没有。让我看看，召唤者的实力，天上四杰，这一目标不能忘。过眼，轻点，你们不觉休息？姑娘啊，碧山鱼，如果想救儿子，就来永陵村吧。行，好好期待吧。儿子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？一心，是在我家遇到的那个孩子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若被俗世所困，而我有个儿子却身在魔族手中，若是我死了的话，天下四杰就会消失，即使是魔皇临世也没有任何办法。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，我要找到侯林来了。邪恶的人类逼迫他杀死最要好的人类朋友，那么我现在就分一部分精气给你，是天行礼。这下满足了吗？等了很久啊！不管你是不是黑暗之气，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你。这小子，还赶快行礼！如果你支配不能坠入魔道，明白了吗？齐乐胜，不能想。怎么这么慢？你直接去跟他谈一下吧，他去好好向他说明。
让我来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敬天盟的盟主，我叫君马会。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知道，当然知道，封帝国皇帝原是云国大将军。太史曾谏言说，封帝国的百姓们不愿追随皇帝，为了准备天命祭。好了，说说缔结同盟的事情现在如何了。原来如此，确定愿意加入？没想到他却正在策划这种金夕颜，现在正为天命祭做准备。这你也知道鬼都所发生的事，没有天子之身的人一旦强行举行天命祭，会带来可怕的后果。还好在鬼都没有成功召唤出魔皇，我们必须帮助军马会。说得对，我会秘密前往永陵峰祭坛，打开大龙脉。是盟主，这里有盟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云远，是怎么进到这里的？不知道。话说盟主，副盟主有危险。帝国军是如何进来的？我跟于勇去对付帝国军，这里交给我和于勇，快去支援副盟主和。的帝国军居然趁盟主不在，盟主没事，我得赶快去面见盟主才行。快走吧。你难道不要怕过？疯了吗？绝不让动盟主一根汗毛，杀了敬天盟主！撤退！你难道不要帮助？是盟主，这里有盟主！你难道不要帮助？撤退！你难道不要帮助？撤退！小心撤退啊！盟主！于勇竟敢！于勇居然是叛徒，帝国军越来越多了。他们快去救出盟徒们，走吧。别过来，盟主，盟主是陷阱。哇，请退后。现在还是能使，没能救出盟徒们。帝国军竟然使用了大龙脉，你得赶快找到帝国军所掌控的大龙脉，并想办法得到，去追击于勇吧。哼，真像于勇大人说的，愚蠢至极。叛徒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
没想到帝国军竟然把魔爪伸入东部基地了，他去永林族遗迹了。我正要去追捕于勇，你愿意帮忙吗？我们先回去。你想习得更高国军大能吗？这次一定要把盟主的首级带回来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竟然在这种地方打开大龙脉，听说副盟主去追捕于勇了，大龙脉已经被关闭了，你现在必须赶快前往永林峰境，麻烦你去佣兵队驻地制造一些混乱，完成后前往白雾森林集结地找成河道，那快点啊。是知道的。很顺利的找到这里的嘛。哼，嘿呀，您来了。那边请不用担心，打开那边的龙脉，出来的只会是我的部下和左太史令大人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把禁天盟盟主抓来。是啊是啊，辛苦了，总算把这桩令人头疼的事做个了断。小事一桩，不过我们之前说好的那件事现在怎么样了？嗯，我正准备向陛下起奏呢，以你的能力当着水月平原的总督没什么问题的。多谢多谢。等等，你说左太史令会亲自来抓盟主对吧？是的，幽兰大人他……不行，那可不行，这种功劳可不能让秦太史的部下给占走了。龙爵，是，带一批人到祭坛去。是，众军集合，前往祭坛，快点。是。所以说嘛，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快，外面来了两个叛军。什么？全部战斗状态，阻挡叛军，赶快！还好有水月瓶。你说什么？光是瓶？距离目标过远。听说指挥帝国军的敌将在东边尽头的指挥帐篷里，这里若能除掉帝国军的首领，形势就会有利于我们。
我反抗，真是即使在这一点程度打不死我的。让我打坏了，去死吧。标过远，李勇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是秦夕颜在搞鬼，还不退下？悠然大人，到为汉，没想到你竟然背叛我！吵死了！你这个未善者，少在这里跟我装蒜！封帝国的公主，军马尉，我们本想平安的过日子，可你非要拉我们一起抵抗封帝国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们的头领竟是敌将之女，我们成了宫廷斗争之下的玩物。事实不是那样的。哼，我可不想为你们的家事赔上性命，没有任何人想死。就知道您会来，幽兰大人，快快救救我。是啊，你一定很痛吧？别担心，我来了。现在的你永远不会死了，永远。什么？
呀！一心呐！易山云，你这个叛徒我母亲的仇人，我要替永林族消灭你！这是什么？亲眼看见这个世界崩灭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孩子杀死自己的双亲，在这迂腐的世上是常有的事。你这家伙！不必担心，永灵族以后永远都是自由之身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可以去确认看看。不能向黑暗屈服。公主殿下，游戏结束了，该停止了，我们还是回宫去吧。哼，秦太师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。哼，机会却是这种程度。我不再对你抱有期望了，怎么说你都不是那块料。到冥界向你的洪师傅请安去了。过去什么？村里所有人都变成了魔物，都因为那个叫做秦夕颜的人。怎么可能？你要做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变成魔物了。一心啊，我有句话要和你说。易山云，易山云，是你的父亲。什么？如果找到父亲，千万要好好对待他，你可不能抛弃你的父亲呐。孩子杀死自己的双亲，在这迂腐的世上是常有的事。我才过来，因为打扮耽搁了些时间。
你想找秦夕颜报仇？太晚向你解释，我和你师父一样，是天下四杰之一的。我们的姻缘全部切断。老妖啊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过去的事得全部忘掉，你必须得重生。不行，老妖，不能走上那条道路。老妖，你忘了师父的教诲了吗？老妖，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不能去啊！只要一心想着报仇。老妖，快回来！老妖。真的不能这样，老妖啊！老妖啊，不能屈服于黑暗，不能脱离鸿门之路。忘了冤死的师父了吗？老妖，放弃复仇吗？振作点，老妖，跟着我来吧。洪玄宫的弟子，为了除掉秦夕颜，为了报仇，既然定下了三个盟约，现在还不快行礼，我可要传与你力量。吓到了。